我们已经被围困了，没想到洞内结构这么复杂。第三轮变相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无论如何都得扛住它。 见鬼的悲笑声！都三个小时了，不知道弟弟怎么样。放心，团长和我们有灵魂锁链联系，我们没有受到伤害，证明团长肯定安全。只是，什么呀？你能不能别说话，只说一半？只是。 没事，只是遇到一点小情况。啊，什么情况？咋样，团长？有什么收获吗？这次探索并没有什么收获，反而走了不少弯路，而且越往深处走，悲笑的威力越大。团长，探索任务我们要不到此为止吧？对啊，弟弟，你都受伤了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我们花了那么大的代价，猎魔团升级还花了不少功勋呢，全打水漂了。 毕竟这是降级任务，本来就有难度，功勋没了还能再赚，命没了就啥都没了。再说了，连六阶魔族都命丧于此，我们完不成任务也很正常吧？真后悔当初听了你们的忽悠。哎哎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团长这一路以来什么时候不是身先士卒？大家别吵了，我明白你的顾虑。 而且这里是魔族腹地，时间拖得越久，对我们越不利。但我愿意再去探一次。啊！我总觉得你悲笑的源头已经很近了，我想再试一次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立刻离开。灵力恢复了，我就出发。一切小心。我离开的期间，所有事情都交由彩儿指挥。放心，我会替你守护好大家的。 是那些人类的味道。
来上一支支援队全都死在了这里，而且还是被人类的猎魔团干掉的。一群蝼蚁居然也敢杀我们恶魔族的人，抢我们恶魔族的东西。包围洞穴，把所有人类全都撕碎。这次只用了30分钟就到达了这里，先去看看。里面居然还有这么深，得抓紧时间，不然下一波被小乔来了。为师，他们是怨灵。主人，你快反击！主人，主人！这是小的怪物。是我的震荡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坏。原来是这样，震荡。背后会有这么大的威力，如果我也能跟上这个震荡频率。主人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
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了，谢谢。没想到还能趁此机会领悟出新技能，让领力像波纹一样荡漾开来，产生的阵符不仅可以抵御悲响，应该还可以增加进攻的威力，就叫它光之荡漾吧。不，啊！竟然有一座高塔，这密密麻麻的全是月亮。他们是从这里跑出去的。吸引怨灵，你想办法打开大门。没问题，哥哥。光之荡漾。那你待会儿见。常年